是酱油第一次看到面面子。他看过了、啊，我、啊、看过了、啊，他看过了、啊。是哪一个、啊？毛会长出来的那个。哎、欸，那好恶心，毛长出来了。哦。你想象它是一只猫。它，我觉得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猫会在你身上撒娇，然后蹭你之类的。然后，面面子就这么来的。所以它是撒娇来的。它会在地上滚啊，然后地上会、哦、那些毛都会残留在地上啊。原来。嗯、挖矿喽。我真没用重弩打过这个龙山龙。龙山龙用重弩。有点微妙。对吧、啊、就拿枪打这个好像蛮。拿重弩打这个好像。就是没打过。哎、欸、越越越。啊。看到哦不可以吗可以耶。怎么了这边有个隐藏点，哎呦呦呦，一千，厉害吧？这里、啊、这什么隐藏点？啊，钟乳石啊，隔壁钟乳石打掉、哦、啊，这个可以打。好久没玩了，停下。这是怎样？就只是可以让他多受伤的地方。哦，还有这种地方？哎，那干爹跟我讲。哦。我这还真的不知道。然后这个，我要下去，我要下去。嗯，哎，打完了，你下来了。我下来了，你们打完了，那我来挖矿好了。啊啊！嗯，到了吗？去哪里？我看到它这个上面有两个矿，可是我不能挖。查不到。为什么？斜的啦，要等它那个模。哦。太远。它现在模式它不能挖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再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点。有了。哦。嗯。我想说，这样上来把它轰下去。怎么了，小将？然后又有爆炸线才炸得下去啊！一 K， 是，哎，这束缚成功。他现在是要变四只脚。这边你挖过了吧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那边我还没有挖。真爬不上来，要从那边爬。哎、欸，这边也有矿。啊！有人跳下来了，啊，我们出来了，啊，妹妹子来了。面面子，又是你！给你发挥喽！在哪里、啊？我现在是要打他吗？对啊，打他吗？对，打他就好，就打他妈了。哼，对他造成一定的伤害。哎、欸，要毕业就看这边喽。他在哪？屁股，他的屁股。他怎么在我对面啊？你怎么跳下去了？我要从那边爬上去啊。那边爬不上去吧？不行吗？不行的、欸，那我要，白跳了。绕一圈过来。DK， 我们在上面看面面子就好了。我从这边看就好了。对啊，他想表演啊。好，首先他要先找到人。我要从这边过去。可能妹妹只会不会跳上啊？哎，你为什么发、开枪？你为什么开枪？我没开枪，我刚只是对空中射了一发而已。大家听到了？妹妹只在看我们是不是？好可爱啊！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没有，他移动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爬起来了。完蛋了！换位置。好，加油！妹妹，加油！妹妹子在哪里？妹妹子来了！妹妹子在哪里？啊！打到一刀！不是我啦，拍死啦！酱油快射他！酱油快射他！我射啦！我打他才18滴，你知道吗？
拍射他！我射他屁股，射啊！我被屁股打了。我要上去，绵绵子，我想看你，你在哪里？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要死了！我被打了他就快死啦！他叫你加油，哎，有没有听到？你要为了他加油吗？你这个只会被绑架的人，永远都绑第一个，被绑架还要我救你？没有，他不是，他不是叫你，你不是说交给我之类的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骂他？可恶，那也不要惹麻烦呀，好好的躲在后面。你以为你雅斯娜？他去哪里？他这样走了吗？他去哪？他走了吗？也太快了吧！你走去哪里？看到飞机就瞬间往后飞弹超远的。他走了、欸，对啊，他走了、啊，我不知道什么呀、啊，不是 bug 还是怎么样？我看到米奇老师直接咚飞出去，超远的。啊？怎么那么快啊？不知道，是我们弹出去、欸，我们直接打有打这么快吗？没有啊，不知道。好，我们下去挖矿。我们 要回到墙壁上了吧？下面有掉落物，酱油捡得很开心。刚刚挖矿的地方。哎呦、啊！我要死掉啊！被喷到、啊，被火砸到了，他被火砸到了，吓死我了！啊、哦，感谢。好啊，好啊，我给你补血，你就补一半就跑掉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那个理人情，算了算了。不是那个要站在那里哦。对。算了算了，太难过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要呼吸这边的空气。这个烟我自己吸，我自己吸，吸好吸满，吸好吸满。我以为碰到的时候就好了，没有，然后在那边持续恢复。嘿嘿，这样的话，现在我可以去挖刚刚我挖不到那个血的人吗？你试试看，感觉转正了，是回来了哎、欸，对啊，是正的了、欸，已经转正了。嗯嗯，刚打秘境的时候要转两次了。好久、哦，真的，这个等好久、哦。对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到墙上了，到墙上了。嗯。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！哇哇哇哇！活下去了，活下去了，活下去了，不要，活下去了！哈哈，我刚站在墙壁上面在挖矿。哎，出去了。是啊，我刚刚被水淹到啊！奔跑弹哦，炮弹！没事没事，我有烧鸟头。奔跑弹哦，你要小心哈气哦！这啊，要小心哈气哦！你才三发弹可以脱射出去哦，他要给你脱盔哦！我才没这么坏呢。是说酱油知道这里要做什么吧？炸他。对。头低低的没射到是不是？刚好躲过了吧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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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炸弹。咚咚咚。好了好了。跳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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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里这里，好，炸！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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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破坏部位。咚、哦。哎、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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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。啊！等下你要去哪？这两颗。啊，没有炸药了。三颗。四颗。
我退。Fire！ 你们去船上用龙击枪了吗？我在船上，我在船上，我要准备去拉了。哇，他还会打甲板哦！我拉个，你想不到的，他都会用。三千。哦，谁戳我脚趾头？哎，头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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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最迟六小时，对吧？昨天累死嘞。咚咚，再推个头过来一点，好，这个位置 ，Go。减少足够了，减少足够了，很快、欸，耐久值还没受伤哎、欸，哦，结束了，那结束画面也太，因为卡住，因为酱油看比较多的剧情，哦，钻钻石头的，这跟我在那个什么呀，我在做假牙的那个还挺相似的呀，你说龙脊枪往你牙齿里面打吗？哦，那个牙齿应该牙齿应该爆光了吧？那你应该也叫出龙叫声吧？啊！你的酱油的掉落物，牙齿整排掉地上，打酱油掉牙齿。成功了！真的吗？都这样吗？他不会再爬起来吗？会。你们高兴的太早了，少年们。他会回来帮你拔牙齿。对好了。最后发现，怪怪的，好像不对哦，他又回来了。发现不对了，医生没给我麻醉药，止痛药。发现医生麻药忘记打。那你哇，那你在钻的时候应该就有感觉。对啊，你在拔的过程都不会痛哦。太紧张了。啊，我要杀、嗯。接下来是第二 round 了吧？上位。上位啦。真的。恭喜你下位毕业咯。下位是啥意思啊？初阶。哦，所以我要中阶再打一次一模一样的剧情哦。不用。是同样的龙。会变得比较强，对，就原本难度可能是简单，你现在进入了普通难度，没有直接龙现在是龙只会普攻的，龙普攻变成会攻特殊攻击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剧情结束了，这是下位的剧情，还没啊，哦，所以中位、上位还有剧情，上位还有古龙要打，架上吧，架上、啊、还有那个力战。简单来讲，它只有普通困难跟极难，没有中等。哦，哎，讲完了。我只有一万两千块。好多、哦，好多、哦，杰克，杰克要我买六万的项链，项链吗？那个是一定要买啊，而且你要买两次。嗯，所以我要花十二万。对，差不多。等下晚点教你赚钱啊。好。阿旺说：“恭喜我从幼稚园毕业了，我终于变国小生了呢。”没有，毕业直接逼你上国中了。国小什么的不用了，不用国小了，国中了，直接跳级了。对啊，跳上去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购买物资？那可以买材料。我建议是用、都用消耗品的。消耗品。对，因为消耗品都是用得到的。我要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消耗品？你看就知道啦、啊。你的第一个就是材料嘛，第二个也是材料、啊。第一个是材料。你好像都未指定耶，你、都买，通通都买。可以通通都买。那现在不要花。不要吧。我觉得不要吧。看一下哦。差点买下去。可是你前期好像什么都需要耶。对啊，你看
第一个、第二个的蛋的形状那是可以卖钱的嘛，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有矿物形状的那个都可以让你做装备，而且它有闪光，闪光的那个剑，投射物闪光，哎，那第三个的话嘞，有八个一抽蛋哎、欸，八个吗？三个、啊？你怎么知道哪个是一抽蛋、啊？哦，三个，咖啡色的是一抽蛋啊，黄色的是闪光蛋啊。它不是都长一样颜色吗？注意看，有个比较亮，有个比较黑。哦，八个的是比较黑的，所以那是八个吗？没错吧？那是八个啊。买啊，买好买来。那上面的呢？都？我觉得我的话我会买啦，因为你好吧、嗯，你再去收集东西就有，就是采像我讲采那个仙人掌啊、采花那些都会加，或是你去抓抓小动物也会加。嗯，对哦，他刚刚还有一个是。进货需求，对那边你看你需要啦，我因为我们现在毕业我全都是用那个消耗品，那我也是要用各用一个吗？也可以啊。好了，换金道具应该不用啦，换金道具只是让你把那个点数变成钱、嗯、你用点数去买你们的东西，然后把它买掉变成钱。那我把幻境改掉，就改素材吧。我觉得消耗比较好啊。素材我就去采就好了。对啊，你还是都改那个消耗啦、哦、啊，船长，那我改，因为你装那个 mod， 船长也会特地运到四楼去卖给你，他帮你搬上去。对。哇，船长真辛苦啊！如果你一下订了六箱饮料的话，他会气死。哇哦！那搬上去六三楼，这个人哦，订了这么多饮料，气死了！回复你要大六六箱耶，我自己先喝一箱，搬上来。那你再來就是很无聊的事情，就是要拼命采足迹。嗯，但是你这次的足迹会变成紫，欸、紫色吗？蓝色，对，蓝色。哦，不是绿色了。嗯，对，因为你要再来就是找一样的龙，但是是不同龙种，比如像是色尾版啊，只是这个色尾版会比较痛而已。嗯，啊，神奇宝贝色尾不影响数值啊。大一种皇帝，这来放东西。看，我应该先刷，我应该先刷我的武器，是不是？即使你现在装备去那边都是送死啊！好，你直接先探索到，然后我们帮你打，然后你等下直接做上位的装备，防御率会差很多。嗯，哦、那我就先过去进行探索。我可以用一招比较贱的方法啦，我身上穿那个啊，打那个昆虫都不会坏的那个护士，嗯，就去帮他打那些昆虫。哦，也是可以啊，可以做昆虫装。对啊。就是。哦，这样。昆虫装是。过渡装。哦、嗯。我到大野九皇兵，所以如果现在是自己玩的话，那个什么呀，根本就没办法过。可以，就是你要去采上位的矿。嗯，然后做。对。你现在是叫你探索而已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叫你探索。大一种荒地啊，我知道大一种荒地，你往三号那边吧。你发出救难信号。像个。粉红色的，对啊，萤火龙啊，你是说兔子吗？对，赶快哦，那个我就说那个正中午会出现，所以你要赶快抓。麦当劳，我哇，麦当劳，他跑太快了，麦当劳，你不是有隐身衣装吗？他有带吗？他应该是没带啦，没带，好难过、哦，他跑掉了，你每次都不
多走一步，你真的是哦。我现在回营地再出来，我可以再抓吗？赶快啊，好像还好像还有吧。其实这只兔子有个地方必出啦，那个点要在那个隐藏营地里面往上走就有了，它会在一个树洞前面，一定都会出它。隐藏营地。对啊，其实你这个地图还有一个地方没开，还有两个地方没开。是啊。对。出来了，粉红兔。有哦。我看一下。你进去顺便把那个啊，隐身衣装也穿上去啊。没有出。啊，你还是把隐身衣装带在身上吧。那回去拿。他只会出一次。你要不要先发出救难信号？我们直接去找你。可以，现在可以发吗？下你只是在那个吧，探索一般地图而已吧。不行啊，不能发。你要去地图，开启地图，你看地图三号的那个位置，我记得毒妖鸟在那边。三号变更装备，我有我是穿隐身衣的。你可是我要怎么使用啊？你就滚轮滚的啊，你不是滚轮，你要按 Q 按着，然后 A D 按吧。还是滚轮忘记切换，我不知道。它会在你的道具栏里面呢。有哎、欸，对，你先打毒妖鸟哎、欸，从左上走。对啊，就是三号，我就在三号地图那里。我在看还有没有兔子，没有兔子、啊。没有了。干嘛啦？ A 是什么意思啦？是他吗？是他吗？